定期分享明星资讯，理性吃瓜。近日，由杨紫、程毅主演的电视剧《沉香如屑》终于正式开分，评分为 5.6 分，这个评分并不算高，没有达到及格线，当然也不算是最低的，因为还有不少低于5分的古装剧。有些人觉得这个分数高了，这部剧在播出前是被播放平台评为剧王的，但播出后质量确实让大家有一些失望。抛除演员不谈，其中最重要的剧情就有不少让人诟病的，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的注水问题，还有女三戏份太多的问题等等，所以很多人认为 5.6 分对于这部剧来说其实是高了的，应该低于5分。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分数太低了，从剧的特效和实景拍摄可以看出还是花了大功夫的，而且各位演员们的演技也非常的在线，不应该没有达到及格线。从评分的人数看，这部剧的评分人数超过了10万人，这个人数也算是比较多的。本身两位主演都是名气和流量比较大的，除了一些可能没有看却恶意打分的人，从这个打分人数也可以看出看这部剧的人还是不少的。而评分公不公正还可以从分型看出来，现在很多有大流量参演的剧评分不高的原因就是粉黑大战，其中粉丝多是打5星，而黑粉则都是打1星，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剧的最终分数。而从沉香如屑的分型看，并不是典型的粉黑大战，5星并不在少数，1星也不少，甚至1星还比5星多，而其中占比最多的则是2星和3星的。相比于标准的粉黑大战来说，这一个分型让大家比较意外又好奇。不过有人总结，这个分型应该是由粉丝打的，也有黑粉打的，还有很多剧粉打的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分型。一部剧到底好不好看，只有自己看了才知道，毕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，而分数也只能是一个参考。沉香如屑。